听 Studio， 今天呢又回到了我们的认真生存的第14集。啊，那今天呢有几件事要告诉各位。对，首先呢就是我已经把史莱姆农场盖完了。对不起，我原本因为我要在录影的时候盖，但是后来因为我盖的时候我都是边看教学然后边盖的，所以非常的抱歉。好，那这甘蔗我们大家再来玩。好，那首先呢太坏了。首先呢我们刚好史莱姆农场完工的开口就是在我们农田这里，所以我们可能这一集会把农田先撤掉，然后盖一个我们史莱姆农场相关的东西吧。那这是我做的水电梯，我们可以直接下去我们史莱姆农场的地方，那我们就先下去。好，那这里我摆了一张床，然后这里是我们的史莱姆。我们最后的结果是成功的，有两颗史莱姆球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应该是我要挂机吧，它两颗后它就没有再有新的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要来告诉你们这史莱姆农场是怎么运作，看一下。然后我们先把它敲开，因为我想要来讲解一下这史莱姆农场是怎样运作。好，我史莱姆农场就只有这样，其实算两层算是很少的，对。两层在史莱姆农场里面算很少，然后我把它就是单隔像这样，所以火把不会去干扰到它生史莱姆。好，那么史莱姆要出生是要在24格外128格内，可是我站在这里说它会生吧，对吧？那我上次有看到两个，对，所以我觉得算是成功了，对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它要停。那这水流我也来讲解一下吧。就是，假如我是一只史莱姆，我会出生在这儿，耶、yeah, ，我出生了。好，然后可能跳一跳，叮，哦，它掉水里了，然后它就会。像这样把你一直冲着，把你一直冲到我那边可以淹死史莱姆的地方。那这方法我是看小课白的教学，所以如果你们也想要，你们就可以去看小课白的教学，因为我对于这种水流啊什么的真的是非常不在。好，反正它就像这样一直往前往前，然后 boom， 然后就进去，然后你就很难流出来，然后就会被溺死。对，虽然有点残忍，但是OK 的，麦块就是这样。我做了从九点做到一点，对，所以我做超久的。那农田我想要一部分，还是想要让它运作，所以我们先把一些部分把它砍掉。哎，我像史莱姆，声音，我像，哦哦哦，是史莱姆，我们成功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观察它。你看，它会跳一跳，跳一跳，跳一跳，然后再跳。好，再跳，变，它就跳下来了。
然后它就会像这样，然后一直想办法跳，然后就会被水流冲来冲去，然后就会这样一直被水流冲冲。有点肥耶、欸、他往这里跳了，所以就这样冲冲啊冲，因为他有点肥，所以你走不动。哦，有他在这，然后像这样，然后我怕他打到我，我真的怕他打到我。等一下，他会不会跳上来？哎、欸，他怎么不动了？哦，他会用到人啊，就是他会一直跳到人。哦哦哦，你还真的打到我了，好痛，好恐怖。反正呢，他就会跳来跳去，然后他就会跳进一个箱子，不是跳进一个箱子，他就会到那边，然后被闷死。被闷死，好像有，他在那边，他要被闷的时候，他就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然后他被闷死，他就死掉，然后掉进那箱子里。对，差不多就是这样，所以我觉得是成功的啦。他什么时候被闷死？哎，我看到那个他的特效，你看，你要被闷死了吗？啊，对啊啊啊啊！啊啊哎、欸，我在干嘛？臭你！总是要被闷死啊！肺活量也真大，快点啊！我要证明说我真是成功的，快！在狂跳。好了没？很久哎、欸，你真的很久哎、欸。嗯？他死了吗？我没有听到这跳声。好像是哎、欸。那他照理说就会传到这。没有吗？没有吗？哦，我还是有听到这个。哦，应该是史莱姆，那史莱姆死亡。有了，哈哈哈，有，成功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回到家了。那我记得史莱姆方块是，哦，我们只能做一个哎、欸。我还没有在生存里面做过史莱姆方块，可哎、欸。酷哎、欸，史莱姆方块。我有一个史莱姆方块，那个是什么？哎，哎。有，打死他了，嘿嘿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史莱姆做出来。耶，史莱姆方块。耶、yeah, ，我第一次在生存里面做史莱姆方块。对，好啊，那如果喜欢的影片，那就在分享版点喜欢，然后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喽。然后呢，也不要追踪 FB 和 IG。那你们一定很好奇，地狱我什么时候要去？我其实也不知道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